Subaru Impreza GF 8改装 XYD 30段套装组避震器。此组 XYD 避震器连续四年荣获销售冠军，在精致度的部分非常的完整，包含在外销日本时，连同小细节也非常的注意，在上座的螺丝部分有附上保护套，非常的谨慎小心，以及可以看到脚管的部分，连同刹车油管座的固定都与原厂一并相符，而脚座的材质为铁质，不会有像以前铝合金的产品会有与桶身相咬死的状况，造成不易调整的窘境。配件包的部分也非常的齐全，此辆 GF8 由于原本安装的改装型避震器在右后处已经有漏油的现象了，可以看到其中有一只已经漏油，状况已经不堪使用了。另外刚刚提到的脚座，以前的产品是使用铝制的脚座，所以在使用年久了之后，在灰尘以及长久的拉扯下，会造成内牙的咬死，造成不易调整的状况发生。超外力避震器的品质在常年稳定销售日本的状况已经可想而知，在车种的部分也非常的齐全，道路版与竞技版的部分都可供做选择。